不是我母亲。我一看就知道那是我母亲，我认得我母亲啊。是我没有，不是被精神出问题嘛，对不对？我再确认一次，说那不是我母亲。唐志平坚决不认识，同意母亲遗体交由殡葬业处理。可以帮我简单讲一下，说之前是妈妈有跟你求解跟。谁是唐先生？蔡文明 dead 彭派罗。我妈妈如果有跟我有争执是在家里面，为什么有人知道？谁说的？对，因为我们时间快到，我们先进去报道。泰国出生演员唐志平今日下午现身地检署，面对母亲后事。他的母亲3日被发现在淡水住家顶楼轻生，当时唐志平精神恍惚，无法笔录，直到昨晚才到派出所领取相验尸体证明书，但不承认遗体是母亲的。昨天血堆积太紧。过来的时候，我也不是，他身上有几颗钥匙之后，在我上去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他的身体有钥匙。远景很好心的，有给我看一点点的照片，看起来是我母亲。对，所以你才说不愿意说承认说那是他。你不是承认不承认呐、啊？我认得我母亲啊，是我没有，不是我被精神出问题嘛，对不对？嗯、我现在心情。是很平稳，因为我还要工作。是因为我看到的那一句是，我感觉不是我母亲。我现在只要从这一句，第一，我母亲的事情还不稳定，所以我没有任何反应。我要知道这个不是。第二，我这个人非常阳光正向，钱不是钱，好，我没有落魄。唐志平领收相验尸体证明书后，经再到地检署由检察官确认后发给死亡证明，家属就可以到殡仪馆领回遗体处理后事。但唐志平仍不认遗体是妈妈，不是我母亲，我亲眼觉得不是我母亲。没有，我上去看了，首先我母亲没有绿色衣服，其次脚很粗，我母亲腿非常细，脚很大。皮肤粗糙，确认不是我母亲。那你今天有跟母亲联络吗？没有，她确实两三天找不到人。是两三天之前有发生什么事情？两三天之前没有发生什么事情。一两个月之前，不能叫争执哦，叫做意见不同，家事。那你有看到遗体的联络吗？警员有把头发掀开，一瞬间，然后一看，我吓到，我觉得不是。有告诉你说就是有另外一件事？没有说，他们说昨天去板桥见事。我说既然这不是我母亲，为什么我要去？他们的回答是不强迫，因为对我来说怎么有强迫这件事情呢？又不是我母亲。表妹觉得说是的话，你这边怎么看？表妹因为其实不是血缘关系，然后多年没见。检察官找你来有没有要做什么事情？作证啊，就是我再确认一次说那不是我母亲。他只有要我同意说，如果最后没有家属出来的话，就会变成殡葬业者处理。那要我同意，对我来说也很奇怪，因为我怎么会同意这种事情呢？因为那不是我的家属啊。同意。对，因为法律是这样嘛，那同意我就同意啊。包括唐志平表妹及相关所有人都已指认遗体就是唐妈妈，但儿子唐志平最后仍不指认，唐妈妈就会成为有名无主事。警方发出公告后，25天都没人处理的话，就交由殡葬处火化，并放置3具示范公墓。对对。担心妈妈知道妈妈是哪里的这件事情，担心妈妈。有。你打算报案帮妈妈失踪？我不想大惊小怪。如果你说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就有问题了，三个礼拜就很担心了。那如果三个礼拜后会报警吗？如果你这样说的话，我就一个月看看好了。对，因为我还有我母亲，还是有很多的家属。但如果妈妈一直没有出现的话，你会愿意做DNA？